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03面啊，203面第一行。从行愿品这里看起啊，行愿品曰：善男子，住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法如摄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我们看到此地啊，读到此地，这是念老啊，为我们解释。假使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证据。啊，解释这两句经文。啊，引用《华严经》上啊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给这两句偈意思完全相应。啊。那么先说供养中啊，一切供养当中啊，法供养最啊，《金刚经》是中国学佛的人几乎没有不读的，不学佛的人在以前儒跟道也是必读的啊，没有不读金刚经。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即使是用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都比不上啊法布施啊。供养当中呢，那比不上法供养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大千世界七宝布施，这个七宝是属于财物，我们有这些财物啊，就不会害怕贫穷了啊，所以它能帮助我们富有，帮助我们过好一点的物质生活。啊，那法供养呢？法供养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帮助我们证得佛果。啊，这个当然不能比了。啊，财供养再多，没有办法离开六道啊！啊，尤其是六道里面的欲界就很难超越啊！你有欲望，一生当中纵然修许许多多的善业，果报在三善道啊！如果造作不善的，果报就在三恶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典籍里面都记载这桩事情。
啊，那么在现代，西方最近半个世纪，啊，五六十年当中，很盛行呢，催眠。啊，催眠，这种治疗的方法也是应运而生。啊，在以前没听说过。啊，为什么？以前这个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正常，很少有忧虑的。啊，二次大战之后，这半个世纪，由于科技物质的竞争，啊，价值观改变了，一昧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跟古时候那种世风啊，越离越远了，啊，所以这个忧虑啊，就非常之多，不安。于是，心理医生在应运而生了。啊，催眠有道理。啊，催眠也是属于禅定的一种。啊，是很浅显的禅定，啊，不是很深的。啊，那么通过催眠，你能够看到过去时。过去一世、两世、三世，啊，居然我看到一个报告啊，他能够看到过去几十世，啊，把从前生活状况说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人有轮回呀！啊，我们看到一个报告，啊。他说出几十世，啊，几乎都是在人道，啊，又回到人间来了，啊，那么看看这些人的身世呢，都是很平凡的，普通人，这就有道理。因为普通人说，他造业，大善没有，大恶也没有，所以他就距离水平线呢。他很近，不会太超过，大善就深了，走了，往上去了，啊，大悟的时候，他就堕三途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啊，这一生平平常常过了这一生，啊，来生很可能又到人道来了，啊，大善大悟就不一样。所以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这些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说过去生中是在哪里投胎的？啊，一生生活状况可以去找啊，找到那个地方啊，查那个地方档案呢，确实有。啊，几十年前啊，真有这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能够查得到，啊，这就是科学证明啊，啊，证明你确确实实有前世，啊，有前世当然就有未来，啊，那我们这个修行就有必要了，啊，修是修正，啊，行是行为。行为在佛法里面讲有三大类，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啊，业是活动，啊，就是你思想念头的行为。
第二类呢，言语，言语是口业的行为。第三种是身体，啊，身体动作身业的行为，啊，行为里面有善，有恶，有无忌，啊，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啊，我们喝一杯茶，我们吃一餐饭，说不出善恶。啊，我们利益众生的，这是善；损害众生的，这是恶。啊，这些业因不能小看呐，后头有果报啊。啊，从起心动念起，它都有果报。啊，那我们的修的标准，如何把行为修正过来，纯净纯善？啊，从哪里修呢？要从心地上下功夫。啊，没有恶念呢，这个重要啊！啊，恶念断了，身口自然就正。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这个布施供养里面，布施跟供养是一桩事情。那为什么用两个名词呢？一桩事情里都有差别。用恭敬心去布施，就叫供养。啊，很轻慢的心呢，那这叫布施。啊，所以布施的供养，一个是恭敬心，一个是没有恭敬心。啊，没有恭敬心叫布施。啊，有恭敬心都叫供养。啊，同样干一桩事情啊，布施跟供养的功德可不一样啊。那你就晓得这恭敬心多重要。啊，无论是事法是出事法，啊，头一个世间圣贤人教我们，出世间佛菩萨教我们，头一桩大事就是学恭敬。那你看世间法，你就读礼记，礼记头一句“去礼乐无不敬”，那个范围多大了？没有一样不恭敬。对人、对事、对物，那这修行从哪里开始啊？就从这开始。啊，佛法里面这叫出世间法。你看，金灿佛寺里面，啊，这个摆禅的时候，头一句话是“一切恭敬”。业心恭敬，普贤菩萨教的更究竟。你看十大愿望的第一个，礼敬诸佛。什么是佛？这个要搞清楚啊！大乘教里面，佛是千言万语，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信是佛了。你看，在中国，啊，禅宗里面常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佛是什么？佛是自信。一见性就叫成佛啊！你成佛才真正知道，大乘教里面讲的诸佛是指的什么？他所指的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那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从自性变的？
你是哪一法离开自性？啊，佛经上有一句话，诸位都很熟悉的，叫“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那个心就是真心，就是自性。啊，法是心现的，《华严经》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能生能现的是自性。佛在哪里？宗门大彻大悟啊！老师考考学生，那、啊、问呢？佛在哪里呀、啊？随便念一无，比划一下，老师明白了，这考试及格了。那真的有人拿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干屎觉。这个诸位啊，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古时候结大便的时候没有纸啊，啊，用个小树枝刮一下去，那叫干屎就干了。这个念想是佛在哪里？那树一下去，这是佛啊，佛无处不在呀、啊。这现在人不懂啊。啊，好像说佛很神奇，不是的，一切法没有一样不是佛。那离境诸佛，你就想想看，这是这个心对一切法都要恭敬，像恭敬释迦牟尼佛一样，像恭敬阿弥陀佛一样。你不能说看到这个阿弥陀佛啊，你有恭敬心啊，你对他礼拜。那刚才讲了，看那干屎臼要不要礼拜？不需要礼拜，不，那用不着。那恭敬心是圆满的啊，恭敬心不二啊。啊，形式上有增有损啊，这些相上。理上没有啊，理上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是恭敬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蚊虫、蚂蚁、苍蝇，那是诸佛如来。我们对他要有敬意，要尊重他。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造了许多罪业，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样子干什么？消他的罪业。罪业消了，他样子就慢慢就变好了，啊，还是要笑，啊，一直到等觉菩萨还是要笑，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啊，还是要笑，啊，那一品身相无明实际上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最微薄的那一点习气消掉之后。他就圆满了啊！他从等觉就升到妙觉了，妙觉是圆满了，妙觉就没有相了。连十宝庄严土的相也没有了，他说回归自性。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这是最大的一个循环。你看，我们从一念不救而有无明。从自性里面变成了阿赖耶，从阿赖耶变成这个虚空法界，变成一切众生。在这个境界里头，那就是看缘分。缘分实在讲是自己的念头。如果遇到诸佛菩萨，能不能遇到？肯定遇到。为什么呢？佛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一句话是妄语。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佛怎么会不帮助你呢？问题你的迷，你要是不觉的话，越迷越深。开始迷的时候，现第一个相，给诸位说是十八度。这个相里头你没有觉悟。第二个相是十法界，四圣法界，还不能觉悟，继续迷下去，那第三个相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还不觉悟的话，那就六道里面的三恶道。越陷越深呐！都到地狱了。地狱完全消业，地狱里头不造业了，完全是消业。业消完了之后出来了，那就地藏经上讲的太好了。出来到哪里了？出来再到人道。人道里面，你遇到佛菩萨。你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接受依教奉行，你就步步高升了。你要是不能接受，烦恼习气重，对于五欲六尘难分难舍，那就在六道里头起伏上上下下。就搞这个，但是毕竟会有一天，你真的学佛了。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苦尽甘来呀，你在六道里头这个苦头尝尽了，你都明白了，都了解了，不想再搞了。觉悟就不想再搞了，真回头了，佛菩萨就帮助你。佛菩萨帮助你是第一个法门，就是净土法门。为什么呢？这个法门能叫你一生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如果你烦恼习气很重，连这个法门也不能受持。但是这个法门在阿赖耶识给你种了种子了，你将来的成就肯定是这个法门。那从前李老师说的，你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在六道里头长劫轮回，最后还是这个法门帮助你成就。那么这就说到善根了。真正善根是
多生多劫修学这个法门累积的成绩，这是善根。啊，善根指的什么？能信，能解。啊，你听得懂，你真相信。有善根，还得有福德。福德里面第一个恭敬，所以这个诸位要知道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恭敬不吃亏呀，恭敬是修福啊，没有恭敬心的人福薄啊，福薄苦难就多。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他老人家你看到文朝里头啊提得到的很多啊，啊叫人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二分诚信也得二分利益，十分诚信你就得十分利益。啊，你的利益多少？与老师不相干，与你所学习的法门也不相干。啊，与你的诚敬心成正比例。啊，为什么没有诚信？就显得心浮气躁，你不能吸收啊！沉静心就是你吸收的能力啊！老师看学生，哪个学生跟他学的有成就，哪些学生没有成就，他看什么？就是看沉静啊，所以沉静呢不是对老师的啊，沉静真的是对自己的啊，自己我学习这一门是不是叫静意啊，是敬业的心，我敬重这一门功课，也敬重这一门功课的老师，教我的老师，也会敬重啊，学习这一门功课的同学。啊，如果没有敬业的精神呢，就学这个东西，不是真正想学，不是真正想成就。啊，或者也想真有成就，但是懈怠，啊，用心不专，世间圣贤、出世间佛菩萨教导我们的原则、原理、原则，讲得非常简单，三个字。戒定慧你要是用十分沉浸的心去学习你没有不成就的啊，戒是什么规矩你要听话你要真干啊，这属于戒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智慧，智慧是自心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从外面学得来的，现在人的名词叫知识，知识是从外头来的。
智慧不是的，智慧是从自性里面显现。啊，就像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看，自性里头不但有智慧，有德能。这个德能是现在科学里面讲的能量。啊，有相好。啊，他给我们显的相是遍法界虚空界，一真庄严的德相啊！啊，千变万化，它不是真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刹那刹那在变。所有现象都在变，啊，确确实实像万花筒一样，啊，不停地在那里转，啊，这个宇宙不停都在那里变化，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对，变化里头有个不变的，那就是自性，自性永恒不变，它是真的。啊，自心在大乘教里面，有时候叫法性，有时候叫法身。啊，你们查查佛学字典，什么叫法性，什么叫法身，你就明白了。啊，法性随缘。流转流道啊，啊，随缘呐，啊，所以随缘呢，嗯，它不变，这叫妙用啊，啊，能随染净缘，能随善恶缘。啊，这些缘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呢，真的是言语道断，心心出灭。啊，用什么样的比喻都比不出来。啊，它就在当下。啊，大乘教里面讲法供养与法性相应的，这个供养真的法供养啊！啊，那我们就晓得了，什么人修供养是法供养？设法界里的人不行。为什么他迷惑？明心见性以上，他们的布施就不叫布施了，叫法供养。啊，设法界里面的啊修的这个布施，可以说是布施，不是供养。啊，为什么？他用了妄心。他不是真心啊，他用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妄心修的是布施，真心修的是供养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佛菩萨的如摄修行供养，这一句是总摄，如佛所说啊，真正能把这一句做到，四圣法界，那就超越六道了。
啊，声闻莲觉菩萨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是如是修行供养。他要明心见性了，那他就是真的发供养。那发供养就是这里经文里头这一句，坚勇求证据。这是真实的发供养啊，所以经文上讲，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证据。那我们读了这两句经文，是不是就一心一意的，就是坚勇求证据呢？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呢？没错，是这样的。那这个供养恒沙身还要不要呢？要。那是附带的，坚勇求证据，这是主修的。经中所谓正住双修啊，我们求生净土是正修，是主要的。啊，这个供养一切诸佛如来啊，这就说明说，今天我们讲一切众生。特别是苦难众生啊，现在人多苦啊！我们如何能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要如是修行供养。菩萨如是做，我们也要学着做，随分随力，不要着相就对了，着相就错了，着相就变成六道里头的善法，果报在三善道。啊，不着相，一心求生净土。这样就对了啊，我们断恶修善，跟六道啊已经脱离了，不着相就脱离了，成就往生的功德啊。这个我们虽然是不求，它是自然，在极乐世界提高品位，也不是自己有意要提高品位，有意提高品位，在六道，啊，出不了十法界，是有意的，啊，所以无意也不行，啊，非有意也非无意，啊，就这样做去就对了。做完之后，心里头痕迹都没有，叫三轮体空，这就入法了。啊，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回归到清净平等觉。啊，平等觉难，先回归到清净，永远保持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条件就在这一句：心净则佛土净。为什么？一切法从心变现，对吧？我心地清净，当然心净土；心地不清净，就现六道轮回。这个道理要懂啊，在经上讲的不可以有误会啊。啊，佛说种种法，
意思很深。我们要细心能体会得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化众人的方法，身心言教，他全做出样子出来了。他教我们看破放下，他真的是彻底看破放下了。真做出样子。从离开家庭出去求学，19岁。30岁。为我们表演大彻大悟。彻悟之后教学。教一辈子。79岁过世的。讲经教学49年。49年。他为什么能成功？身教。他所说的全做到了。大家相信他。跟他学习。他所说的要是没有做到，那谁相信他？所以经上讲，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啊，是做出好样子，为人演说。设在后头，表演在前呢。佛教教学活活泼泼，它不是四台版的。所以经上在说，佛无有定法可说。他们有定的方法，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变化大了。这个就是随顺自心。才显出这么样的活泼。那么现在的社会最严重的病是什么？这个治病，那佛称为大医王嘛，众生都有病呢。现在病哪一种病最严重？最严重的病从这里下手。最严重的病都能治，那其他的都好治了，好办了。今天社会最严重的病，大家都能看到，看得出啊。贪嗔痴慢疑。这里头最严重的是贪财贪色。不知道什么叫身教，对身教怀疑。那我们做的方法就知道了。我们表演什么呢？表演放下财，放下色，放下名，放下利，表演这些，做出来给人看了。表演对圣教的深信不疑。做出来给人看。这个开头做的时候也不是容易事情。为什么呢？人家不但不会赞叹你，反而讥笑你迷信。你看你到这种程度，你钱财色名食睡都不要了。
他说你迷了。他没有说他错了，他说你错了。那我们要做，要说坚持，不断的做下去。做个10年、20年、30年不改变，慢慢的，人家才会觉悟。我学佛的时候，我们同事朋友都来劝我，学佛是个好事情啊，不要太迷了。以后我一出家的时候，他们都很难过，好朋友啊，这个人怎么迷成这个样子？过了20、30年之后再碰到啊，老兄，你走的路走对了，他才知道对了。30年之后差不多都退休了，那退休哪有我这么自在呀？我们这个行业没有退休的，世界上任何行业都有退休的，只有这个行业没退休。时间久了，慢慢他就明白了。慢慢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所以自己要坚定方向目标。时时刻刻要表演，给社会做个好样子。这就是劝他回头，不用言语。言语劝不动，什么时候他真看清楚，看明白了，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详细给他讲解。那么现在还有个好方法，就我们使用这个高科技。我们用网际网络，用微信，这个方法好。居住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在哪个角落，都能够收看得到。我们在电视屏幕前面，在电脑屏幕前面一起学习。这么好的工具，要好好的去用它。所以有这么好的工具，让我们想到这个世界有救啊。要没有这个工具，那我们真的是一筹莫展。你要找到多少老师去教化众生。找不到啊！那有这么好的一个工具，真正有大福德的人，他明白了，他知道了，国家用这个方法来教化国民。国家只要培养一个老师的班子就行了。我相信50、60个人就够了。每一天上课教学，用这种网络电视播出去。全国人都收得到，都看得到。天天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就这三样东西嘛。每一天
24小时都不中断，啊，可以轮流播放吗？啊，50-60个老师在这里教学，我相信1年，天下就太平了，社会秩序就恢复轨道，就会回到轨道上去了。人是很好教的，就是没人教啊。啊，再能做一个试验点，那成功了。啊，每一天把这个试验点，像一个小的县份，啊，小的城市，完全做出来，24小时的报告，看这个试验点人的生活，日常生活，啊，他们的工作，他们这个地方的教学，确实，啊，一年肯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社会有救啊！啊，因果在过去70年代，啊，抗战期间的那个时候，啊，汤恩比博士说。这是他的预言呢，要解决21世纪，就是现在，啊，这个是全世界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外国人讲的，不是我们说的。他是一个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他对中国非常佩服。曾经说过，啊，他理想当中，这个世界将来统一成一个国家，啊，全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国际战争就没有了，一国了。啊，谁有资格来统一世界呢？中国人。凭什么？中国从秦汉统一之后，一直到今天没有分裂过，依旧是大一统。他说，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有统一的方法，有统一的晨曦，有统一的经验，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这个人说话了，大公无私，讲真话了。啊，中国什么东西来统一呢？不是军事，也不是经济。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他讲出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我们从他的谈话细心去解读，找到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弟子规是儒的根，感应篇是道的根，十善业是佛的根，普遍推动这三个根的教育，社会会安定。啊，中国历代古圣先贤的教诲很简单呐，就是抓住几个字的纲领啊，问题就解决了。
汤恩比波斯他认识，他明了。孔孟之道，仁、义、忠、恕，大乘佛法，真诚慈悲。如果我们以这八个字存心，这就是圣贤，这就是佛菩萨。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外国人那么佩服。中国人说，中国人是圣贤人呐。圣贤人从哪里来的？教出来的。中国这几千年来都是讲教这个圣贤之道，从小孩教起。确实古时候有不少从怀孕就教起，叫胎教。母亲的使命太重了。所以有人误会，认为妇女在中国古时候社会没有地位，错了。你们想想看，中国古时候社会里头最讲究的是孝道，孝道里面对母亲是第一了，对父亲是第二。那妇女的地位在中国是第一啊，不是第二。哪个不像母亲的？母亲是圣贤人呐，不认识字是圣贤。为什么呢？他懂得伦理，他懂得五常，他懂得四维八德，这就是圣人。圣人不一定要认识字。中国历史在过去武训，很多人知道乞丐呀。你看当时这一些读书人，谁不称他圣人？他每一天讨饭，讨了一点钱的时候，他办学校。自己没念过书，感觉到很苦。帮助没有能力读书的这些小孩。一生呢办了十几所学校，那时候叫私塾。他懂吗？他不是不懂吗？教育是圣贤教育。人是圣贤人，干什么都是圣贤。得知道啊。教育是根啊。从政的圣贤政治啊。四农工商啊。农民是圣贤的农民啊。工人是圣贤的工人呐，这个社会是圣贤的社会呀，大同之治啊。中国人讲大同之治不是理想，为什么呢？曾经出现过。在上古时代，尧、舜。禹大同啊，《礼运大同篇》讲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时代啊。王齐之后，这夏商周，这才这个帝王才传自己的
子孙呢，变成家天下了啊！所以在圣人所说的小康，小康实在讲，我们看起来也是盛世啊。所以一切成就离不开教育。那么今天我们把中国传统教育说活了，样样都学外国了，我们的亏吃大了。今天中国人这么苦，这不应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原因是把我们传统丢掉了。外国人非常想把中国传统找到，他们去做。哪个地方做？那个地方长治久安。在今天的社会，真的要好好的修养品德。天然灾害，这个不能避免，也是业力感召的。科学家的说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真正能够修养自己的品德，你的身心健康，你居住的环境少灾少难。为什么呢？境随心转。这个被现在科学证明。科学家呼吁我们对治地球上这种种灾难，改变心态。我们心态改变了，环境就改变了。所以在今天佛法的教育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跟科学逐渐逐渐的接轨了。科学证明了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就像从前爱因斯坦所说的，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能够跟科学相应的时候，它只有佛教。我想将来的时候，佛教不再是宗教了，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大乘法里面探讨宇宙，探讨生命的起源，生命的真相，科学就搞这个东西，佛法讲诸法实相，那佛法所用的这个方法，用禅定，甚深禅定里面限量境界，它不是必量啊！那么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来观察，也是属于限量境界。所以这个里面所说的如摄修行就是供养。真诚心去做，就是对
诸佛菩萨的供养，对一切众生的供养，啊，对整个社会的供养，对变法界、虚空界的供养，啊，这总说下面，这举几个例子，啊，头一个利益众生供养。什么是利益？财富是利益，是不是万能的？不是的。啊，为什么呢？对你的健康有没有帮助？对你的寿命有没有帮助？对你生活当中心情有没有帮助？佛法讲利苦得乐，你有财富就能够利苦得乐吗？你有崇高的地位，你能够利苦得乐吗？啊，我所知道的，啊，有几位确实是大富大贵。啊，亿万财富，每一天晚上睡觉吃安眠药，可见的他不快乐啊。啊，年龄还没有我大，还小我几岁，看起来比我老十年都不止，他没有我快乐。啊，人生在世最幸福的是快乐人生。啊，只要他自己觉悟啊，财富不能带给我快乐，我要它干什么？啊，高官显爵不能带来的快乐，我也不要它。啊，你现在的时候要做官。那官能做吗？啊，澳洲洛克文给我好朋友，他选上总理的时候，约我到坎培拉去做客，啊，我去访问他，跟我见面，手上拿了比我这个杯子还大，浓咖啡呀，告诉我。一天要喝好多杯，提精神啊！啊，每天晚上睡觉只有5个小时，我就看了之后，我就告诉他：“哎，辛苦了，总理呀！”我说：“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中国人讲360行，现在不止360行了，啊。”各行各业里头啊，最辛苦的就是干你这行的，太辛苦了。啊，我说反过来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啊，最快乐、最幸福是干我这行的。他笑起来了。啊，做了1年多下来了，我跟他有联系。啊，我称赞他，我说你是现代澳大利亚的孔子。他怎么说？我看你看，孔老夫子当年做卢斯寇，
三个月就被人家挤下来了。为什么？你是好人，要做好事嘛。可是你那些同僚，他对他们利益上就产生冲突了，他当然把你排斥掉啊。啊，我说你是孔子啊。啊，你看排斥掉孔子，孔子下来之后教书了，教学了。啊，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把这后半生呢，啊，贡献给世界和平这个工作，这个好。啊，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从事于多元文化的教育工作。就非常有意义，啊，他很适合干这工作，啊，其实苦乐就分清楚了，啊，教育做好了，对社会每一个行业都有好处，真正做到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苦从哪来？迷了，迷了就苦。觉悟了就乐啊！啊，所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圣贤文化、宗教里面的文化，没有别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手段就是教学，用教学的方法帮助人觉悟啊。无论干哪一行，只要觉悟，他就快乐了。他不觉悟，非常辛苦啊！啊，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两个钟点的课。啊，胡晓玲老师给你们做报告。你看他在以前做生意的好苦啊！没觉悟啊，觉悟之后你看他现在多自在啊，他怎么会一样呢？啊，关键就在力量觉明啊，觉悟就成佛菩萨，迷了就是凡夫啊，在中国觉悟了就是圣贤，迷惑颠倒，这叫俗人啊！所以，这个无比殊胜的事业是圣贤教育啊！我们天天自己在学习啊，天天在一起分享，你说这个生活多快乐啊！所以要利益众生呢，要看先，是要帮助众生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信心啊！把对中国传统文化像古时候那种沉浸的心啊唤醒。啊，没有诚信，孔老夫子来教，你也得不到利益。啊，真正有诚信，他是个外行来教你，你都得利益。啊，这并不奇怪呀、啊。为什么？圣人东西不是自己发明，不是自己创造的，哪来的呢？是自信里头。只要你沉静啊，那个自信里面的东西就往外抽，涌出来，涌现出来的啊。啊，老师没有成就，学生成就了。啊，古人有这个话，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老师能超过
这个学生能超过老师啊，学生还是个凡，这个老师是个凡夫，学生成圣成贤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就是古圣先贤的东西，它是称性的，它与性德相应，可贵在此地啊，永恒不变啊，不能够轻慢。摄受众生供养，这个摄受在今天就是要做榜样啊！不做榜样，因为今天大家头脑子里都有科学，科学就是拿证据来啊！你没有证据，人家不相信啊！所以要叫你拿证据，那就是做样子。啊，那么在中国几千年来，中国这个基本的这个榜样就是家，所以家在中国这个社会起非常大的作用。你看修身齐家，齐家就能治国，就能平天下啊，平天下去天下太平啊！因为他家做好了，他是个榜样啊！哎，现在中国人没有家了。哎，从前中国人讲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人口又多又好，人多好做事嘛。啊，所以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村庄。啊，你说在中国过去啊，这个村庄是王庄，那是李庄，他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啊，一般大概人口的时候300人左右，这普通家庭。人丁兴旺的500-600人。啊，人丁很衰的大概也有1-2百人。所以他是社会组织啊，他有规矩啊，所以就是家道家规。啊，像《弟子规》，这是共同必须遵守的规矩。啊，这家规呀，啊，还有每一个家庭制定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因为他就好做的行业不相同啊。啊，这些家规都在家谱里头。啊，家谱，家庭的历史啊。啊，有家学，有家业，啊，业是你家经营的事业，啊，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组织，啊，你能治家就能治国，啊，每一个家都治好了，啊，所以在古时候360行，哪个行业是最舒服的？做官的。你看做官在社会有很高的地位，也有很好的俸禄啊，他养家绝对没有问题啊。我们看一田记啊，你看这个范仲淹啊，范仲淹做宰相，国家给他的俸禄，他能够养300家啊，他把他的俸禄啊养他的族人，啊，穷困的不能过生活的时候，他都供给，养300家。啊，当然他自己很清苦，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自己也是过他穷秀才那个时候的生活。啊，所以他是平等的，积大德了。啊，我印光法师最佩服两个人。一个孔子，一个就是范仲淹。你看范家到现在将近1000年，家道不衰啊。啊，孔子2500年。
所以人好好的读书都想做官，是吧？这个行业轻松啊。每一个这个人都被他家里教好了，他家有家学嘛，有家规嘛，都教好了，人人是好人，所以他无论干哪一行啊，事事是好事。做官的没有案子办，一个月有两三件案子就很多了，所以你看看《四库全书》，几部里头那是文学，几乎一半。都是从前做官人写的，他没事干自己写文章，作诗填词游山玩水，他搞这个，这多快乐啊！哪有像现在这样的？现在这种做官的时候，那以前都是人才不肯干了，怎么这么辛苦？所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要了解，那么中国这个家实在讲呢，八年抗战啊，我们的家丢掉了。抗战之前有，我小时候住农村，一个村庄只是就是一家，兄弟十个人，不分家的，但是抗战之后呢就没有了，就再也看不到了，这就是家人。这个大家族就没落了，都流落到外地去了。我们看到很难过，所以这些年来我就想到企业，常常听说企业家嘛，企业能不能把中国那个家的传统继承下来？中国古时候这个家道、家规。家学家业，企业要能够集成下来，我相信中国还会有千年盛世出现。利用今天这种高科技来宣扬，对全世界宣扬，中国是全世界一个示范国家。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都向中国学习，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如果能有20个企业带头，真做出好样子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学习。家学就是子弟学校，在从前是私塾。学校多半利用祠堂，因为祠堂只有春秋祭祀，平常都没有用处，所以办学都在学校，都得利用祠堂。所以我们想想这个汤恩比所说的，他有道理，他没有看错，中国人这个潜力。现在讲软实力，那是了不起的。如果是用得妥当的话，中国确确实实带领全世界走向安定和平。也摄受众生呐。摄受众生要用德行。再加上真实的利益。待众生苦，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能不能做成功，关键在这一句。我们纵然富有，我们把生活水平降下来，多帮助别人。古代的帝王。这讲的上古，尧舜禹汤的时候，他们的物质生活都很简单，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
他们真做到了。啊，是吧？他不是自己不能享受，带众生苦啊。啊，你像范仲淹，他有那么大的收入，他为什么自己不享受？养300多家，不带众生苦吗？啊，我自己尽量减少。啊，诸位要是念过《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了凡先生做保底知县，那个地位很高啊。保底是直接归皇上管的，啊，待遇很丰厚啊。你看他都布施给贫困之家，啊，自己的生活都很节俭。啊，家里头有四米，啊，冬天，啊，夫人把四米卖掉，啊，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用四米给小孩做棉袄？太太告诉他，啊，这四米比棉花贵很多，卖掉之后可以多做几件棉袄啊，也儿子也有了，也能帮助贫穷的人。啊，这带众生苦啊！啊，自己有多余的，尽量帮助别人。啊，不要去汲取，汲取那个财是死的，你这个财用出去是活的，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不能暂借。啊，需要的人太多了，贫困苦人太多。啊，所以我希望企业的时候能够做到从前的家的精神。啊，企业家就是大家长，自己办有子弟学校。啊，现在可以办私立学校啊，从幼儿园办到大学。如果你的企业规模大，你的员工能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啊，这个学校所收的呢，都是你的员工的子弟，啊，自己来教，啊，里面开伦理道德课程，啊，国家要求的这些课程的时候，通通都上，啊，把它加这个伦理道德，啊，教学的方法可以用中国传统的办法。教之道贵以专，啊，一门一门的教，不用交叉方式，啊，一门一门的教，啊，在这个几年或者十几年，课程全部学完，一门一门教，学生头脑里面就想一桩事情，它一点不复杂，啊，一样把课程都教完。成绩肯定不一样，学生会学得很快乐。啊，它不复杂吗？书包里面就一本书，不像现在背的好重的那个。啊，那个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都害怕，来世不敢不要做人了。你看，从小背那么重的书包，这还得了吗？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书包里面大概就两三本书，啊，很轻啊，有时候不需要书包啊，啊，现在呢要背那么多还得了？啊，所以办学校、办安养院，啊，安置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的老人。啊，你能这样做，把整个公司当成一个家庭，啊，员工都是兄弟姐妹，啊，真诚心相待，啊，这是中国传统家的精神，啊，员工绝对不会离开公司的，公司是他的家。
啊，他的一生就奉献给家庭，像中国过去家一样，中国过去的人生下来，啊，你的一生为谁？为家，荣宗耀祖。光大门楣啊，家庭的荣耀啊！啊，所以他一生他有目标，他有方向啊！啊，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啊，支持他的家支持他，家是他的后盾，啊，最可靠的。啊，所以中国的家庭在古时候的社会，那个影响太大了。啊，每一个家学都办得好，啊，家长一定是勤，非常的认真的礼勤，啊，有学问有道德的老师来教子弟。啊，对老师恭敬，真的是三跪九叩首啊，那不是假的。啊，我上学那个时候还是行这个礼，啊，我念过几个月的私塾，啊，就是家学，啊，上学那一天，啊，父母应该跟老师约定好的，啊，今天送小孩上学。啊，在大殿上，大殿供的是一个牌位。啊，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啊，供个大牌位。啊，我上学，我父亲带着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向孔老夫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老师坐在孔子牌位。下面有个座位，啊，父亲，我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同学站在两边，在那个场合当中，那叫什么？叫尊师重道。你看，父亲对老师行那么大的礼，行完礼之后送礼物，啊，就束修送礼物。啊，这老师收这个学生，你想想看，做老师的接受家长这样恭敬啊礼拜，你不认真教学生，你怎么对得起家长？那我们做学生看到的父母对老师行这么大礼，对老师那个恭敬心就升起来了啊，怎么能不听话呢？啊，所以老师尽心的教，我们专心好好的学习。啊，每一个学生接这个进学，都要行这个礼。啊，我们自己是这样的，看到每个同学都是这样的，就同学当中就跟兄弟姐妹一样，有这种感情啊。这种感情到一生呢，啊，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啊，那时候师是有师道，真是有道义也，啊，老师教学不在乎收入啊，不讲这个的，啊，贫穷人家的学生，教没有办法是这个送一点礼给老师教啊。还有非常穷苦的老师还要帮助学生送一点钱给他，送一点米给他，帮他养家。在这古时候，两种人，这两种人都很穷，叫穷秀才啊，在社会上最受人尊敬的啊，读书人认真教学，不计较学费，要谈学费那多丢人呢。啊，第二个做医生，
医生是帮人治病救命的，不讲究钱的。啊，病治好了，你送一点礼物给医生。啊，家庭富裕的多送一点，贫穷的少送一点，实在很穷送不起的，连医药、医生都是不是的。啊，哪有计较？啊，这个医药费哪没有计较这些的呀？所以这两种人虽然很辛苦的，在社会上是备受崇敬。只要是知道你是医生，是教学老师，没有不恭敬的。啊，走到任何地方，人家都把你当亲人一样看待，啊，来照顾你。啊，现在这种风气看不到了。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知道社会变形，跟伦理道德、因果全脱节了，现在怎么把它带回来？啊，这要靠智慧，这要靠待众生苦。啊，我们真的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古时候帝王可以做到食不成味，这什么意思呢？一个菜。没有第二个菜啊，做帝王他能做到啊，为都是为众生呢、啊。勤修善根供养啊，善根是什么？佛法里面讲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这三善根啊。反过来，这是三毒。勤修善根，就是把这些负面的啊不善的这些心态，都统统放下了。自己才能向上提升，才能帮助社会苦难众生。啊，一切真的从恭敬当中学。啊，从真诚心、慈悲心。啊，见到、听到、接触到，这就有缘。有缘就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我们在开风气呀！啊，让社会大众看到说，都能够学习。啊，有福报的人。帮助贫穷没有福报的，有智慧的人帮助这些愚痴的，通通要把他照顾到。啊，尽心尽力去做，就是圆满功德。啊，在佛法里面，这善根。善根起的作用，就是对于古圣先贤，对于佛菩萨的教诲，他能相信，他能理解这善根，啊，他能依教奉行，那是福德，他有福，啊，能信能解而做不到，他没有福报欠缺，啊，真正有福，他就真干。不舍菩萨意，
啊，业是事业，菩萨事业是什么？各行各业全是菩萨事业，只要你是菩萨，那就叫菩萨业。啊，所以菩萨业不是有个特定的。啊，任何行业，你是菩提心，那就是菩萨业。啊，所以它底下有一句“不舍菩提心”。那菩萨什么意思？觉啊，觉而不迷就是菩萨了。啊，不论干哪一个行业，我就用我自己的本行就服务社会大众。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干的这个行业，教学啊，在古时候讲就私塾老师啊。啊，他没有正式的学校啊，那他也没有正式的课程啊，啊，他是因人施教，啊，跟他学的人很多，啊，在那个时候，印度跟中国是一样，没有统一，啊，都是部落的这种形式，啊，全是小部落。你看，佛陀生在我们中国周朝时候，啊，我们中国书里头记载的，他老人家出生周昭王24年，驾寅属老虎的，啊，灭度在周穆王，啊，所以照中国人这个说法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啊，按照中国历史记载，这个年代3037年，今年，啊，跟外国人讲法相差差不多600年，啊，他外国人讲1500多年，啊，差不多相差600年，啊，这我们都用不着去计较的，啊，这不重要。啊，所以周朝那个时候，啊，中原这一带，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还不到珠江，啊，岭南这边还没有，不到这边，就这块地图，800诸侯，就是800多个小国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他的国土有100里的就是大国了。啊，20-30里的小国，小国就像我们那个村庄啊，啊，大国也不过像我们现在那个乡镇呐，一个县都不到啊。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啊，所以中国古籍里头很少讲国家的，他都讲天下。那个时候的天下呢，就是中原这个地区。啊，叫天下，称天子是大家尊称你。天子没有实权的，他没有行政权，每个国家都独立的。啊，天子是他这个国做得非常好，啊，完全把圣贤教诲也通通落实，就等于说一个示范的、模范的城市。其余的这些小国。都到这里来跟他学习，尊称他为天子。啊，那是以德服人，不是以利了。啊，你真做得太好了。啊，你影响到那个时候的国际，大家都佩服你。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块宝土。啊，如果真正落实了传统文化，做出一个好榜样，全整个地球上所有一些国家都向中国学习，啊，那中国自然就像古时候天子一样了。礼义之邦啊，和谐社会。
啊，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啊，完全靠教学，啊，古圣先贤就是用这个方法，啊，我们虽然丢掉了100年，100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丢掉100年，啊，底蕴还是很深厚。我们汤池小镇做的实验，啊，很短时间就把人良心换回来了，啊，不好意思再做不善的事情，啊，所以人有良心不是没有良心，没有人教，没有人唤醒他，啊，所以不舍菩萨意，啊。不舍菩提心，啊，菩提心，我们很具体的来说，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这十个字。啊，起心动念没有离开，这就是菩提心。啊，对人、对事、对物，真诚。别人对我虚伪，我对他真诚，绝不吃亏。啊，不要怕吃亏上当。哎，决定不吃亏不上当。你用真诚心对人，纵然被你骗了，被别人骗了，你要晓得，我们是往上升，他是往下坠落，你怎么会上当啊？哪有这个道理呢？啊，尤其你懂得因果，命里有的就是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到。啊，他骗了我的，骗去没有事，说明他命里有。啊，骗了我，他命里没有的时候，骗到时候就出事情，不是生病就是灾难，他就会碰到。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何必用不正常的手段？错的嘛。啊，《易经》里面说得好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讲因果了。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啊，那这就是行菩萨道。你所做的一切事业，通通是菩萨业。啊，底下说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这个前就是这边所说的啊，无量功德，比发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千分不及，百千俱止若有他分，伽陀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这个都是用比喻来说的。那功德太大了，没有法子能够相比。何以故？为什么？一住如来尊重法故，一如摄行呢，出生诸佛故。金刚经上说：“大千世界七宝不说，不如为人说四句偈的功德。”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经文里面讲，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金庸求真觉。啊，金庸求真觉，自己求成佛了。这个要紧啊。一切诸佛如来，他对你希望什么呢？希望你快快成佛。而是不是希望你对诸佛菩萨的供养，他们不需要。啊，是希望你
真正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真正的目的，真实的期望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要怎样报佛恩？儒教修行就是报佛恩啊！那佛教我们什么？这个要知道啊！在净宗法门里面，教导我们的无量寿经上所教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八个字，发菩提心就真诚心啊，念念不舍菩提心，念念与真诚相应啊，对人对事对物对物不要怕，我都是真的，人家都来骗我，把这个放弃放下，不要去顾虑这个啊，你用真诚，你跟佛菩萨感应到就不怕别人欺骗我古人讲得好，吃亏是福啊，既然吃亏吃福了，你吃的亏越多，我福报就越多吗？吃的亏越大，你福报不就越大吗？不就这个道理吗？你为什么不肯吃亏呢？不肯吃亏，想占一点便宜，福报就没有了这福就变成罪了，就这个要懂不要害怕决定有福有福决定有好处所以要有胆子来真正信佛佛不会欺骗我们的越舍越多，舍财得财，舍法得聪明智慧舍无为得健康长寿多帮助受苦受难的人，那就是无微不至，国宝健康长寿的真干呐！一直这样走下去，无往而不利慢慢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通通涌现出来了，那你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才能够帮助变法界虚空界的苦难众生那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也是八个字，度摄六根，净念相继，这就是兼容求真诀度摄六根就是摄心普通人心都是缘外头境界都是缘财色名食睡，他就缘这些缘五欲六尘，他心都在外头，都摄六根是把心收回来，我不对外，我对内，内是内是自信净念相继，这个念是念阿弥陀佛净念就是清净心，不怀疑，不夹杂。相即是相续不断。心里头念念有阿弥陀佛。无量寿经也是这个意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啊，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除这个之外，是随缘做的。啊，遇到有缘走，行菩萨道，帮助苦难众生。啊，随行菩萨道，心里还是阿弥陀佛，没妨碍。啊，把功德回向给阿弥陀佛，我代阿弥陀佛做的，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啊！我做一些好事，我代表阿弥陀佛做的。这就很好了，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无论干什么都是念佛，都没有离开念佛。这就叫兼用求真用。那如果我是财想得财，是法想得聪明智慧，那就不是兼用求真用了。我无论干什么，我都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看到苦难人都会帮助。我看到了，我代替阿弥陀佛帮助苦难人。啊，我一切都不想，只想早一天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这就对了，这就是兼用求真求啊，一心念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